大家都知道，目前的美国和伊朗关系相当紧张。美国正在试图打造一个反伊朗同盟。这个工作似乎挺不错，在表面上进展不小。沙特刚应美国要求为打击伊朗开放军事基地，可是实际情况却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几乎在沙特等国提供大力帮助的同时，美国也开始做了伊拉克的工作，试图让伊拉克当反伊朗马前卒。为此，美国特意让国务卿蓬佩奥在2019年5月上旬时突然访问了伊拉克，前后仅数小时的访问，这样也叫火箭弹，谁也没有想到。蓬佩奥前脚刚走，后脚巴格达就挨火箭弹袭击。5月19日夜，数枚火箭弹被射入巴格达旅区，也就是包括所谓的安全区，其中坐落美国大使馆等设施。由伊拉克军方发表的报告称，这一共有3枚火箭弹落入绿区，其中一枚距美国大使馆约 1.8 公里，实际上等于完全打偏了。在报告中将火箭弹袭击称为喀秋莎土制火箭弹，据说火箭弹从巴格达东部发射的，可惜目前无法确认到底是谁干的。这样也可以玩。一方面，伊拉克的局势非常复杂。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后，伊拉克社会一直相当混乱，现在是乱上加乱，派系相当复杂，许多组织都可能被怀疑参与这场袭击，却没有一个正经八百的证据，指名点姓到底是谁干的。这时人们也许会发现，在伊拉克与美国为敌的势力不止一只两只，可能遍地是敌人，否则美军也不会撤出伊拉克了。支架发射。另一方面，这种土制火箭弹太容易制造了，几乎有点能力就能造出来。所谓的土制火箭弹属于利用大量的非军用技术搞出来的军用产品。它的外壳很可能就是普通的钢管，内部填充的化学制剂什么的，也是使用许多普通化学品以简单方式加工制造出来，几乎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言。也许最大的问题就是经验的问题，这在伊拉克根本就不是问题。经过多年的混乱之后，制造土制火箭弹之类的东西早已经成了一门技术了，燃化器灌成武器了。这次袭击没有造成什么人员伤亡的问题，财产损失也可以低得不计，也谈不上什么意外。自从美军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伊拉克社会秩序混乱，反美武装曾经盛极一时，如今反美势力也没有完全消失，类似的袭击事件时有发生，但是它的影响还是不小，让人们再次认识到伊拉克没有真正的恢复和平，中东的战乱依然没有平息。也许更失望的是美国，这一事件表明美国拉拢伊拉克加入反伊朗同盟的计划已经在事实上失败了，反伊朗的包围圈出了一个大缺口，这对于由美国主导的反伊朗大业无疑是灾难性的后果。如何解决这个麻烦成了美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那么如何解决呢？